抖音。抖音。高阶女帝的秘诀是什么？是出街啊。不是，你能不能懂点事啊？有工作需要，每件礼服不过分吧？不就一件衣服吗？怎么还吵起来了？哎，不买就不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凶他干什么？我女朋友，我爱怎么样怎么样。哎，我现在就跟他分手。哎，那怎么行？劝我也没用。分手也要先闪瞎他的眼吧。跟我走。哇，好漂亮的裙子啊！格子小西装，气场1.8米，喜欢吗？慵懒不失甜美，姐妹稳占 C 位，怎么样？明星同款线裙，李显身材也能轻松 hold 住。喜欢哪件？随便挑。我是不是太不懂事了？其实女孩子想要什么得靠自己去争取，卑微的依赖一个不爱你的人，还想得到他的尊重，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他要回来找我，做人不拽，等着被甩，知道该怎么做吧。抖音。或许是呼喊我的时候，于是那一颗心啊，我开始心动，彼此懵懵又懂懂。抖音。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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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抖音。每天都要精心的打扮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今天将会遇到谁。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e loving. 抖音。超能来袭，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出发吧。抖音。问，该你出场了。我无坚不摧，将清仓的隐晦，只有能敏感，直到过程壮烈，多情没伤悲。抖音。抖音。抖音。여자친구가있어누군데관심없어그여자예뻐예쁘냐고抖音于是那一颗心动开始心动彼此懵懵又懂懂所以那一颗心动抖音말하고싶어요사라져아니사라지지마내맘을보여줘아니보여주지마하루종일머릿속에네미소만우리그냥한번만나볼래요나오늘부터너랑섬을한번타볼거야抖音
gentlemen. Money is the anthem of success. So before we go out, what's your address? 抖音。想到连衣裙，我就想到欧时丽，我的夏日衣橱新宠。618到欧时丽种草我的同款，极为时髦，填满你的购物车吧。爱是我不值得，教堂的白鸽不会亲吻乌鸦，就像我。查看评论区点击信息，立即预约可获得门槛限定券哦。抖音。